董事长吧，萨瓦边，大家好，我是陈龙，在这里真的要谢谢法国领事馆邀请我担任中法环保月的推广大使。其实我自己做环保已经很多很多年了，在世界各地工作的时候，我都会不断地跟大家传递我的环保理念。我相信环保是我们每一个人每天每时每刻都应该坚持做的事情。我们的一点一滴的累积，令我们生存在这个地球上面才更有意义。目前我的重点概念是环保回收再利用。很多在别人看来是废铁、烂铜、废布、废材料的东西，只要你善用现代的科技力量，就能把它重新回收，再造成可用的资源。祝中法环保月顺利圆满成功，让我们一起影响更多的人加入环保的队伍。谢谢你们 ，Maxi。